美国第一夫人吉尔在万圣节白宫活动中化妆成了可爱的猫咪，吸引了全球的目光。72岁的吉尔展现出了她的俏皮一面，用简单的造型和猫耳朵发箍塑造了猫女形象。这个造型不仅适合小女生，而且简单易学，非常适合大家尝试。拜登夫人在万圣节活动中和美国总统拜登一起给孩子们分发礼物，孩子们对她的可爱造型也更容易产生亲近感。不用吓人妆容，可爱的猫咪造型成为了今年万圣节的新潮流。无论是化妆达人还是新手，都可以尝试佩戴猫耳朵发箍，展现自己的俏皮一面。